听不到就没事哦。好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声音了。兄弟不、啊，你什么时候登出再登入？哦，好啊。是不是？配合，配合度贼高，度极高，超配合的。圣诞节我们就来鬼抓人。太多了，谁的？等一下，太多了。鬼抓人一下。可以耶，没有问题。这个也没玩过啊，它是一个香港的伺服器，可是它一直都是没有人的。好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挑战看看，小雨啊来了吗？啊啊啊啊！嗯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刚在把超多重新玩掉。因为我这个有点累格，所以我在试图清 lobby 一。好好好，选择大厅第一个。Main lobby， 没有，你不要点杂志、啊，不然就直接进入那个亡命奔逃。好啊，亡命奔跑。对啊，反正这伺服器就是我们嘛，进去一定要做嘛。等一下就要抢喽，那赶快进来啊！有没有？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我进去吗？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但是我现在还在跑。圣诞节快乐，美女克里斯莫斯。他好像九个，是不是？谁？感谢艾琳限定，八个人也不愿意让我们开局吗？哇！让我们玩一下吗？没得开，玩一下。我相信等一下就会有了。对对对，等一下就有。哇，好厉害！有观众一狂问说：“是哪里？是哪是不是？”自己看到那边就有，画面上啊，画面上右边就有了。哦，对哈。这箱子能开吗？这边有游玩方式，这边有游玩方式。哎，哪边啦？感谢你，外面外面外面，这里还有 IP 哦。好好，分还有翻译耶。奔逃者和追杀者，啊哈，啊哈，躲避跟追捕的，就像我们之前玩的鬼抓人一样啦，就是我们躲逃避方可以用各种的机关啊，或者是那种弓啊去牵制，然后就是要努力的躲避哦。对，你看他必须要启动机关，然后等待大门开启才能到下一关，所以你都要 有一段时间去前置，就跟上次那个一样吗？对，就是我们邀请观众超多人的那个。哎，有人进来了，有人进来了，有人进来了，有人了，有人了，太好吃了，爆出了，霸凌他，等下霸凌他。有可能他是对哦，不知道这鬼是谁哦，就等下他就是鬼，他是谁？他就是鬼。不晓得鬼有几个来喽？是谁？谁是鬼？我好像拿着刀哎、欸，好像拿着刀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下雨月不在这，他是雨月啊，我们雨月跟巧克力在后面跑哦，跑啊你们，跑快跑快跑快跑，走跑跑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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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开了开了，汪汪你跑错，往红线跑往红线跑，他有碰撞啊，不是我这边是比较那个，好你比较那个没关系，有碰撞啦。因为我们慢一点，啊，那个死了会怎样？啊，死了就没了，死了就没了吧？死了就没了。这地图好大哦，要去哪里？楼上走走走，很大啦，我们会慢慢一点啊。会有红色的粒子，哦，我们要跳跃器什么？哎，有人掉下来了，哎，那个观众观众打，这么开关，这么开关了，这么开关，反正已经走了，这样。我在看其他地方啊，他有补给这样。他会关门哦。啊，不是啊，你要继续跳下去。二十秒，二十秒，五，冲啊！爬这么远哦！哎，他们来了！这样能复活吗？死了，死掉就没了。火力腰子，鸡汤啊！火力腰子，冲啊！繁星让你过，我没弓箭，来了。走了，另外一条路，关门。哎呀，我掉到这，掉另外一条路，对对对，掉下去是对的，掉下去对的。要等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自动跳跃啊！不开了，不开了！哎，你们怎么逼？你们两个拿补给物箱啊？补给物箱就是补给你们的弹药吧？对，补那没拿弓的。跟还有那个粒子效果会告诉我们怎么走。哦，原来粒子效果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个踩出来的东西。哎，他的碰撞太碰了吧？他对啊，站超远就会被卡到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有立场哦，超好挤好挤，感觉该抓几个人喽。跳！没有接到！哇，怎么可能走得了啊？骗人啊！留几个！啊！哎呦！好，留几个！这个长在花里面是怎样？你看不到我吗？哎，总共四关，
那第三关，所以你们死了可以看到那个观察的画面吗？对对对，我们在跟着你们，我们在观察跟着你们。你们先玩，我先撞一下 Altify 哈。好，你们跑太慢了，太胖了，太胖了。不是，他真的碰撞很明显，你他碰撞超碰的，真的碰啊，对吗？你站很远都痛哎！关呐，还在那边混，真是啊！知道他不能就是一个玩家在同一格上吗？真的，你看超碰的，超推的，很推，对吧？只有一个屏障在外面哎，一堆人一个屏障。哎，还有这一关，还有这一关。拳头，我用拳头，我用拳头。我三个，我三个，我剩两个半了，一起逃脱。看看最后一关还有什么。我还不能先过去，有两个，好凶哦！哎呦，那那门不能有东西耶？哎，它有两个条路可以走，哎，没有门是绿色那个，会有一个那个路。哦，你看你不知道怎么走啊？我们带你啊。有一个，很痛啦，好痛的。应该一个人先跑，然后其他人有没有就可以先牵制后面的。很难捡，机关一定要找，找两边都有吗？可以再拿补给箱，没有拿补给箱，只有八只而已。好紧！哎，杰克跑了，杰克跑了！哎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杰克，我到了！你还是要启动机关，我们不能。哦，这是最后啦，这边是最后了。哦，最后了。对，这格最后，没看到补，努力生还了。补给箱是中介箱，你要努力生还哦，杰克。杰克，中介箱哦，看到看到了。对，我都有捡啊，所以我刚刚在后面。总共四关，会完了，会完了。哦，了解。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在一场，能不能在一起？挤不挤的进去？哇，按一下 tab， 看到好多 NPC 啊。好，我还在里面。他还没到，我还没到大厅呢。进来了，我也是。可是里面有人哦，有人呐，里面有人的啦。里面一定会有人，而且我看到夜猫了。我们可以偷传去其他大 B 啊。我们应该都是共同的吧？不是他伺服器就是在，他伺服器，我还在游戏里面呢，我也还在游戏里面呢。好，我们都先跳出来，等大家都好啊，也希望观众不要抢，等我们都进去再来。嗯，你们可以卡最后一个位置，不然我们就玩不了啊。我们就夜猫，你们不要在那边抢哦，看不出来。好了，我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好多 NPC。我们现在是在，现在里面只有我跟另一个人共同的。你要先出来啊！你们都进去了吗？先出来吧，我要先到大厅啊。好，算了算了，对啊，也可以问大家这个有没有人有玩过这个怎么邀 party？ 因为邀 party 都说对方不在线，很奇怪。还是他伺服器还没有完整啊？他其实出了蛮久了，我打斜线跳过，都没有人。不行，怕唔掉。你是怕唔掉 command 的？对啊，你是打错指令了，好台哦。所以你们都在大厅了吗？嗯嗯。那我们先点进去了。好。你要在同一个分流？好了吗？没有点进去都几流？进去都一样。到了到了到了。点名点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有了有了有了。有二四六八，有了。哦，还在重开。好，还在重开。没有，你们先玩没关系。哇，好感动，我们真的有办法持续玩下去。哇，哇，真的要死了，好感动，观众好听话哦。真的好观众，好观众，很乖很乖，等下换人玩哦，要让一下哦。哎，观众都是鬼，有没有？跑者，头也不拉克，奔跑是谁？完蛋了，我是大露丝，就跟着人走啊！哦，这碰撞真的是啊，真的是，对对对，好撞！谁在最前面就喊一下，我们就让他。冲啊冲啊冲啊！现在在玩前面，对啊，这还不错，不太一样，胖啊，屁股不同哦，胖，爬上来之后就可以准备看后面。我在前面，我在前面跑了，我快！鬼走好快哦！对啊，鬼有加速啊！我是不是迷路了？哎，关也太机车了，鬼我感觉也太难走了吧！我不确定我是走对了，好邪恶哦！现在看起来是对的啦，那应该是对的啦，看起来应该是。我们可以拿空间条了，我说的没有，绕远路了，绕远路了。有我第一个机关按到了，第一个机关按到了，走走走，先走后面去。哎，那个，走开，走开，那个小雨，那个小雨，那个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让我等一下。哎，其他人赶快过来，你开门喽！走开，走开，快点过来！赶你一下！哎呦，鬼急呀！这弹药可以补多少？我觉得弹药好少。进绿色了，进绿色了！巧克力，赶快来，过来了！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
我来了！我回到了，我摸到了！我被摸了一下屁股，这里，走这里。不急。啊哈！等一下就好了，还可以回血。开门！回血哦！对，排队走，跟着粒子效果走。啊！这边也补，这边会补给哦。有第二个补给的。有！我又回血了。有回了一点血。这个好像比较难跑，而且我走反了。没事哦。哎啊！糟了！悠悠，拉杆！悠悠拉到了！哎，太快了！太快了！不要！这鬼怎么快？上面走！不要！你竟然敢打我！还有你，我没看到你吗？还有你，你怎么敢下来？我准备退下来！完了！我准备退下去，我上不去。走了！哇、欸！可是他们这个追太快了吧？好快啊！因为刚没有把它卡在门外面。对，没有卡在门外就不行了。完了！哦，完了！快跑！要这样子哦。哦。啊！你、欸、这么神奇，猎人可以直接跳上去耶！猎人可以直接跳啊！好轻盈哦，猎人。对啊。好，我们加速的跟抗性都是2。上不去。所以你要把他们堵在那个绿色的门外啊！你要弹一下，不然的话，那你们在下面基本上就死定了。啊！再会了，哇！拜拜！好了，是我的吗？有两个人，你只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。哇！快逃！哇！剩一个，到底是谁？杰克，留你哦！又是杰克，死了，而且门关了。我的位置都死了，逆阵亡哎！哇，都死了，都被砍死了，还一个人呢？哎，我特别看一个人呢，后面都死了，还有在哪里啊？他后面跳不是吗？他躲起来在后面。那我们回得去后面吗？回得去吧。哎，回不去，门关了。我们关了，怎么办？有鬼的路吗？有鬼的路不是啊，鬼的路跟一样吧？就这里了吗？是最后了吧？可是他不是还在后面吗？看起来像飞机啊！他在啊！他这边卡了吗？那怎么办？所以这是游戏小 bug 吗？不知道，可以回去找他吗？就时间到也是那个啦，鬼获胜啊！嗯，还有4分钟，你们哦，你们可以回去找他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一拳这里，砍他！他这个，他一定是迷路了，落单了。他吓到了，你吓到他了，快杀了他！他去哪里了？快点给他压金，看 ID。对对对，给他压金，哇，包夹！哇，要死啦！哎呦，好难哦，真的，卡绿色门后面。好笑的是，你们为什么从后面打我？你不打我没发现你们啊？就在爬楼梯呗。我就突然什么，有人帮我往前推，我就回头看了一下，感觉可能真的要有很多殿后的。嗯，哇，这鬼的速度太快了，超快。人感觉很难存活下来。对啊，再试试看。想当年我们也是这样觉得，然后后来就发现，哎，人很简单了。要找出他的攻略方式吗？对。我们先都准备再进去啊！不行，都不行，不行，跳出！你们11个人，11个人，哇，好多人哦！出来了！因为他们开始一局了，变他们进一局了吗？啊，他们一局了，他们也玩，差不多吧。Play， 你们自己先玩一局嘛，测试一下嘛，先看一下怎么玩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等我们都进好不好？你们都好了吗？好了，等一下哦。好了，好了，进喽，进看。好，进喽，够。有进来。有，我哎，怎么这么多？不行！退，撤！大家不听话的观众，先让我们进啊！啊，玩不了游戏了吗？但我们会换另外一款哦。我们要走喽，换游戏喽。你是离开这伺服器喽？嗯。开王国了，有其他鬼抓人的地图，它里面人数好多的感觉。对，现在很多好像大家都在等。有人打 party 指令嘞？嗯，那有用吗？可以用吗？有用吗？
叫我。欸、真的哎、欸，邀请可以哎、欸，我邀请繁星了。你是打什么啊？打 party invite。我怎么变这样？隐私。正常不是 invite 的吗？嗯，是啊，还是不用打 invite。要。哎、欸，我加入了。哎、欸，那你邀请加入杰克的，就邀其他人吧。好。一不做二不休，全部邀吧。对，那、啊、你进去应该可以拉大家。好，我相信他的速系可以，可以给我的所有 ID。我先问一下，我忘记 Ultify 怎么安装了。不是下载下来，然后直接那个就好。下载下来之后，在 DC 打了。好、哦，好，感谢。没有啦，他是打 ID 啦。哦，打 ID。你说下载之后要怎么样？就直接直接安装就好。直接安装。嗯但是我就点他两下就可以安装了。你开麦块会多一个那个，但他是对位哦，开麦块不会多一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嗯。好，那先从开麦块。Party。哇哦，你只能邀